挠的，欢迎大师弟。我这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别痒痒，虽然用手挠的挠红了。昨天那个来摸猫，好像也没几个就中了。哪个人啊？看吴海剧。我们家没有人种猫吧？这果果种了一个猫，昨天我们家这果果下了一个猫，你们家族有种吗？一点在萌养，别学诱惑了，被萌完了。为什么你们都说我呆萌？到底哪里呆萌了？我哪里呆了？多少币？三万币，就中一个猫。
少林寺就没有转的时候，王曼瑜真干不起，只能看病。对，王曼瑜想上王曼瑜只能种个猫，至少种个猫，种个鹳什么的，才能去上王曼瑜。那个鱼五万币一个呢，相当于5万币一个，相当于你点一只鱼就是50块钱，点一只鱼50块钱呢。这鱼50块钱呢，半青鱼。王曼鱼那都是他们别人单也都是一个一单点，单点个两三只三四只，运气好的就一下就中了。下了继续上班。去吧，去吧，这偷懒的时间。